淑炫自出道以来，多以青春逼人的美少女形象示人，在光良 MV 中担任的女主角令大家印象深刻。她还曾获得过金马奖提名，演艺事业上可谓是一帆风顺。然而三次染毒事件让当年事业如日中天的萧淑慎的人生一夜之间跌入谷底。2017年萧淑慎与小15岁的梁先生偶遇相识，之后二人迅速相恋，并于11个月后领证结婚。近日43岁的萧淑慎助阵老公创立的广告制作公司，久未露面的她身材美美，颜值也比以往提升了许多，不仅瘦身成功，而且变成了网红脸，与昔日判若两人，网友大呼认不出来了。